Hello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啊！今天呢，这个视频呢是要介绍一下啊，我最近刚刚试用不久的一个眼膜和眼霜，我本人是觉得不错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它是功效是什么，而且是怎么使用的。Let's go。这就是我购买的眼膜和眼霜，可贝尔。真颜松露鱼子多效眼膜，牌子是 Cobor。 这产品的特点是甄选了黑松露提取物，它的功效是滋养修护，还有淡化细纹，还有补水哦。这眼膜呢，它每一盒它都只有5对，而且它的包装都是独立包装，你可以看到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松露鱼子修护眼霜，它这一支呢是15克包装的眼霜。这产品添加了松露、视黄醇、霍霍巴籽油，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滋润眼睛的肌肤，还有改善干燥粗糙的现象。它这个眼霜的这个设计，我觉得是挺不错的，因为你挤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按摩在你的眼睛周围。那简单的开箱和产品的介绍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来现场试试看。它是这样子开的，所以我开完了。那我们来拿一个上来看看，它现在还是水分还是很足的，看得到吗？那我现在去试试看。那现在我已经把那个眼膜给敷上去了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它其实是包围的你的眼下膜和眼上膜，还有包括你这个鱼尾这里。你这些东西放上去之后，大概要敷个20分钟，然后之后你可以摘下，然后按摩一下你的眼睛，然后你就可以再擦那个眼霜了。那你其实你把这个眼霜眼膜拿出来的时候，要自己小心一点，因为它真的是蛮薄的，然后你看我刚刚都不小心把它扯得有点破掉了，不过也还好，还是没有影响到它的功能。它就你敷上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冷冷冰冰，就很舒服。那我现在得躺个20分钟，然后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再回来继续录制这个视频。2000 years later，我们现在就来卸下。现在呢，就试试看这个。其实这个眼霜啊，是早上可以擦一次，晚上可以擦一次。刚刚我有让给大家看那个头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挤出来以后就直接擦在眼睛下面。我现场已经试过了这一个眼膜还有眼霜，就这两个产品结合一起的那个功能是特别特别的好的，因为它可以有效的让你淡掉细纹，还有淡掉你的眼袋，还有黑眼圈。这也是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养环节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然后我们身边有很多电子产品，比如你的手机、电话、电视、iPad 什么 Pad，反正都是电子产品。眼睛保养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会暴露你的实际年龄。那对这产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你们可以用那个以下我复制的链接去购买看看哦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，不要忘了按赞、点击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